定早日实现。王小飞许愿 ，Mandy 早生贵子，青岛开心酒店精装 S Hotel。这是我过生日最开心的一次了，我连续过一个礼拜生日吧。王小飞27号在青岛开心过43岁生日，老婆 Mandy 美炭相陪，感情超好，先是租豪华游艇开趴。两个现在逃跑了，今天过生日呢，我就想好好的单独待一待，对不对？找个地方单独的去吃一顿烛光晚餐。张兰也跟了不知几摊生日趴。身体健康，哎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家庭和睦。第二个愿望就是公司平稳发展。摆了位，小飞在青岛出了庆生，也为新餐厅及新酒店站台，事业真的很旺呢。更巧的是，新酒店外观怎么跟 S Hotel 那么像？第三，早生贵子团了没？愿望一定早日实现。然后庆生会就一路办到台湾，好妈吉利金囊也带着红粉知己甜心一起同欢。